你有冇试过好想走出 comfort zone， 但系好惊失败呢？八十年代搞笑巨星齐兴周，佢有一句口头禅，好啱你听噶。趁年轻，燃烧自己，将自己发光发亮，咁先青春无悔噶嘛。青春不要脸，星期一晚8:30，翡翠台同你打打气。